让我们一起欢迎保是最年轻的管理合伙人徐思先生。你好得意呀、啊、别这么得意行不行？要干什么？别吐我身上啊。江大小姐，第一顺位继承人，继承力大比较。你疯了？你少来假惺惺的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惦记着腾跃的这块地。你是不是想要夺我江湖的管理权啊？你看这个价格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有什么不甘心的呀、啊？你哪来的钱啊？我来想办法。给我下来！看也没什么事儿。你终于忙完了，我是真心想租厂房。我们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，破费了。来腾跃当设计师吧。你凭什么要我设计？和我一起做腾跃吧。我再想想。别给我弄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我现在是在求你。你这样谈生意是很无赖的。无赖是因为走投无路。好吧。这次我们好好谈。怎么就突然不一样了？你在腾跃这事儿上吧，是动了恻隐之心的。他现在的处境也不好过，你要是能帮帮他呀、啊，我当然得参考你的意见，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把你快乐。大少站开。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这一切，毕竟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伙。天底下就没有不拆伙的合伙人，公司拆伙我俩也不会拆，以另一种方式延续，你介意吗？在你还没有确认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之前，我会对你保持绅士礼仪的。